家午安。Hello， 午安，早安，午安，晚安。谢谢塔潘达的晴天娃娃，耶！好冷，真的好冷哦。谢谢圆滚滚的枫叶，去关个门。在我的房间，他把我的袜子咬走，然后在我房间玩那个袜子，但他刚刚跑走了。台南也好冷，这几天真的好冷，大家要做好保暖。逸纯你好，谢你好。以为在你房间尿尿，袜子还安好，没有，那双袜子刚好也不要了，因为它太松了。谢谢阿豪的一封信，而且那是我昨天练舞回来的袜子，很臭哎、欸。他喜欢，他好像特别臭的东西，他很喜欢咬臭袜子。谢谢老豆芽的枫叶，他就把我的袜子咬走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上次有一天哈库居然在我房间大便，他在我房边，就是在我房间里面大便。这间房子每一个房间都被他大过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他超聪明，就他前面其实已经酝酿很久了，然后他就因为我们房间门都会关着，就是为了不要让他进来上厕所，所以就是基本上不出房间都会关房间的门。但是呢，我那天都是煮完饭，然后他感觉想要进来这间大很久了，所以我那天煮完饭，然后我只是进来拆个牙套，我只是进来厕所拆个牙套，不到一分钟，然后他就我们打开，他就跟着我进来，然后我拆个牙套不到一分钟出来，他就上完了哎、欸，他真的酝酿很久了。他一定想说终于被我得逞，因为他每次要进来我们都会把他赶出去。结果居然又被他突袭。谢谢草莓酱的会员日记，他真的是一只很聪明的狗，他肯定酝酿很久。哎，他前面明明就也可以大，他就不大，然后他就等我开门的那一刻。大了一次没目标，不会再来了吧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要占地盘啊？就是只要有他上过厕所的地方，就会有他的味道，他就会觉得是他的地盘。看他的 IG 超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每天都跟他玩，太可爱了。而且最近在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他都会一直很想，他都会在餐桌旁边一副很想吃的样子。谢谢 TTP 棒场的超星星，谢谢卡木伊的 Popcat， 谢谢陈冠伟的枫叶，谢谢卡木伊，谢谢 Hoing 的晴天娃娃，他就会在饭桌旁边叫，然后看起来很想吃的样子。谢谢阿华的新入四叶草，谢谢志宏的萤火虫，居然是一个爱心哎、欸，太可爱了吧！谢谢志宏的萤火虫，谢谢阿元的水瓶宝宝，谢谢一层幸运色草，谢谢伯恩的行李箱。Hello， 午安，包子午安，你好你好，谢谢伯恩的晴天娃娃。握手会已经截止了，谢谢大家填我的握手会，好像第一步剩50几张吗的样子。谢谢大家，到时候见啦。谢谢草莓酱的长辈图，这长辈图特效也太好笑了吧。谢谢刚才我们的晴天娃娃，最后剩34嘛哦，谢谢大家。我开始在想那个握手会要穿什么了。我想想哦，
我应该四部会四套吧，对，应该会四套，但是还没有想好哪一部是哪一套，有一点想法了，就是要穿什么，可是还不知道哪一部要哪一套。谢谢卡木伊的厉害，刚好还剩一个月，后面再冒烟哦，因为我点那个那叫什么香氛机吗？香氛的那种空气的香氛机，精油的那种。谢谢博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博威，期待。要穿什么啊？怎么办？要去买衣服吗？想一下，好像可以去逛一下。哎，但我上个礼拜跟李佳丽去拍那个拍贴的那一天，就是公演结束后去逛的那一天。就有看到一件蛮喜欢的，可是太贵了就没有买。不然那天原本想买一件衣服，而且我最近不是说我靴子坏掉吗？可是一直找不到。上次跟李佳音那天也有去看，但是没有我的 size， 我好难过，我脚太小了，就是要买日牌的靴子都没有我的 size， 因为日牌的鞋子都只有分 S、M、L。然后都没有 S 的，我好难过。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把我那双鞋拿去修了，因为我还蛮喜欢我那双坏掉的鞋的型，然后我也觉得蛮好走的，所以就现在一直找不到喜欢的样子的新的，所以在考虑说要不要拿去修。但我觉得如果拿去修还可以穿很久的话，好像就蛮划算的。嗨，哈库。哈库，抱一个好不好？抱一个啦，哈库，哈库，嗨，哈库，哈库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！我抱得很，哈库，很可爱呀、啊！你看它变超大只的，在我身上，当初还这样小小，它现在已经这么大了。Hello， 哈库。欸，可以帮我划一下留言吗？切吗？我现在没办法划留言。有领巾啊，拿去上。小领巾，你们看他的小领巾上面有哈库的字样，是李彩杰缝给他的。他是哈库干妈，哈库，你好大呀！你好好抱他了，哈库，好可爱哟、哦。韩寒，对，之前韩寒缝了一条蓝色的给他，但是他长太快了。所以那条已经戴不下了，所以现在就是红色的。羡慕贝琴，哈库，他现在蛮乖的。你没有好好抱他。哈库，你很乖耶，我要怎么抱？没事啦，没事没事，哈库好不好？没事没事。怎么委屈？你怎么委屈叫？你不喜欢被我抱啊？还是你抱的不舒服？这边太高啊，是吗？那你下去一点，等一下哦。他好像蛮怕高的，没事啊，哈库，你可爱呀、啊！你上次在我房间偷大便呢、啊，你聪明哎、欸。他不要了，好啦，那你下去。拜拜，哈库。他现在是真的蛮重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大家说他的那个账号很可爱。哈库，对啊，哈库拜拜。大家想看哈库平常可爱的照片影片的话，可以追踪哈库跑跑的 IG。拜拜哈库，他真的长好快哦。那时候才刚来家里一个礼拜的时候才这样子，现在已经这样子。有感到危险，快走！但他之前跳不上去沙发，他现在跳得上去了，超快的，跟小孩子一样，长得很快。他害羞不敢看镜头。可爱，谢谢超哥的红玫瑰。而且我觉得哈库最可爱的是，我每次就是练舞回来，工作回来，然后只要有人开家里的门，他就会过来迎接那个人，我觉得超可爱的，就是有种回家会被疗愈到的感觉。
它应该不会过度生长，而且我们有点怀疑哈库是不是其实不止一个月大啦，因为那时候那个是说它是一个月大，就是养的时候是说它一个月大，可是上次有一个朋友，他男朋友是兽医，然后就是切换朋友的男朋友是兽医，然后他们一起来我们家玩，然后那个兽医就说，这一只看起来不太像一个月大，很像两个月大，然后我们就想说是被骗了吗？哈库其实两个月大，然后被骗说一个月大。谢谢红包，不客气。谢谢 Lose 的晴天娃娃年龄谎报，谎报年龄。我最近学到了新的日文，叫做谎报年龄的日文，我知道叫什么，サバウヨム。好，新学到的单字，最近有在学日文跟英文，有，我有执行了几天，我觉得好像蛮充实的。谢谢博维的厉害，谢谢后宽的晴天娃娃，谢谢命的掌声鼓励。我刚刚在说那个哈库，上次不是说被说不太像一个月大吗？好像被骗了那个年纪。然后我就说，我最近也学到谎报的英文，的日文单字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数青鱼。谢谢 Killer 的水瓶宝宝，叫サバウヨム，很有趣的。我还去查了由来，听说是因为那种江户时代。然后就是因为他这句话不是数青鱼吗？然后后来衍生说谎报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是查了由来，好像是江户时代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抓上来的鱼很多，可是如果不快点卖掉的话，它会坏掉嘛。所以就是那时候的卖，就是鱼贩什么的，就会掺杂很多的数量，然后卖给要买的人。但其实数量是不对的，就是他多加了很多进去，就为了要把它赶快卖掉这样，所以后来就衍生为谎报的意思。很有趣啊。谢谢雪代巴的告白气球，谢谢雪代巴。这礼拜日是多益2022第一回考试。然后至于我是为什么会学到这个单字呢？其实因为我最近不是在练日文嘛，然后就看一些综艺，然后就看 AK Bingo， 然后就在 AK Bingo， 我看那个诚实降旗里面学到的，我觉得超好笑。对，我决定要从第一集开始追。我是看那种没有翻译的，就是那叫什么生肉，对，看生肉，就是全日文也没有字幕的那种，听听看。就还听得懂，然后就学到这单字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你有看过《诚实降旗》吗？有，超好笑。我觉得他们的题目都超级犀利的。然后我还有看，因为在看 AK Bingo， 然后就连接会点到很多东西。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单元是帕鲁鲁桑他当医生的那个，就是。其他成员就是有一些烦恼要来找他解决，但他的解决就是给你一句话，然后超级怎么说，中肯吗？但是又有点腹黑的那种，很好笑。有进降旗，其实那个不是诚实降旗吧，是走心降旗，但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蛮刺激的，犀利。因为我最近在看 AK Bingo， 就觉得他们企划很好笑。老实说，品涵觉得切换很烦，上测谎机，咦耶，然后就跳出。你好像今天可以做这一集。这一集吗？就是品涵的诚实降旗。品涵的诚实降旗吗？测谎机，对。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啊，一般。但我觉得他们 AK Bingo 企划其实都很玩蛮大的，我觉得玩很大，但是就很好笑。我觉得我们平常公演玩的那些都太 peace 了。然后就是想说可以练练日文，边看这样。
Hello， 午安。该躲避球画脸了吧？直接上手指测谎机，所以下次公演要来点刺激的吗？可是我们不行啊，我们不能讲一些太刺激的东西。他直接被赶下台吧？但是觉得好像文化也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平常上节目什么的，好像也很少讲这些东西。可是如果在自己的综艺节目玩的话，好像就可以。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没有自己的团综嘛，所以就是还是都是以团体的身份去上别人的综艺节目，就是上其他主持人的综艺节目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玩这么私底下的东西吗？谢谢真源的枫叶，这次草组 MC 好热闹，赞。Hello， 真源你好。这次公演 MC 还喜欢吗？大家，是我第一次比较担任主持的角色吧？对，跟二期生一起的 MC， 那时候也是讨论了一下，就是跟他们讨论一下到底要我干嘛这样。但是觉得我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会讲话的人，所以就比较不像思雅那种主持的角色嘛，所以我这次很紧张，但是因为很紧张，所以就做了比较多准备，希望大家还喜欢。谢谢科技语的掌声鼓励，很喜欢吗？陈神像集最喜欢妈又有对薄暮那个，好，我再去找来看看。我打算从第一集追到最后一集，因为不是蛮多集的吗？那个牌子要让旁边帮忙翻，品涵可以多多尝试。但我觉得第一次就是跟二期 MC 其实蛮新鲜的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他们蛮可爱的，就是会因为平常就是比较不会在台面上一起 MC 讲到那么多话嘛，所以就是会有蛮特别的效果嘛，就是不太知道他们会讲出什么东西，所以就蛮新鲜的这样。就是个性啊，或是说话的风格啊，不是那么熟悉，所以就是不知道他们会讲什么，就会蛮刺激的，就是会碰撞出新的火花。谢谢吉米粥的 Popcat。趁机坑一下后背，还不错，还能压得住。这次鬼脸限动处罚被平安逃过，没有，因为我这次其实的设定就是因为这是跟二期嘛，然后所以我这次的设定就是我就是一个要来欺负二期的后背，欺负二期的前辈这样的角色，所以就是要玩他们，然后自己没事这样子的。一个角色嘛，我的定位是这样子、啊，就是在这个 MC 里的定位是这样，就是一个欺负后辈的前辈的角色这样。应该说玲玲最后一题累了，但我觉得他们反应也蛮好的、啊，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对过太仔细的东西吧，就是想出一个主题要玩什么，然后他们也都是因为是我出了题目，然后他们都不知道，事先不知道题目是我出的，只有我知道。我想说这样比较好玩，然后就是稍微对了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游戏内容这样，然后其他就是他们自己去发挥，他们真的蛮好笑的呀，这样即兴发挥才棒。但原本也是会蛮担心说啊，这么即兴发挥的话会不会就是我接不到东西，或是他们接不到，但我觉得还好，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谢谢志宏的长辈图，谢谢玉安的枫叶，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。原本一直很担心说会不会主持的不好，或是就是想的不好，但好像反应还不错，还行。我听到台下的反应还不错，就放心了。感谢大家的回应，谢谢刘建谷的晴天娃娃。谢谢玉安的一封信，而且我后来看他们二期下台也是，就是边笑边下台，就蛮放心的，还好不会让他们很尴尬。
谢谢玉安的晴天娃娃，谢谢志宏的水瓶宝宝，蛮成功的，谢谢，谢谢摄影的掌声鼓励。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再尝试看看各种不同的 MC。谢谢曾颖的爱的小熊，谢谢金佑的 Pop Cat。这次公演大家还喜欢吗？以后请多多玩后辈，我最喜欢当这种角色，欺负后辈的角色，玩后辈的角色，很有趣，就是一些题目给他们玩，蛮好笑的。谢谢逸晨的水瓶宝宝，就是把一些以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被整的东西，就是给他们玩玩看。这次白色情人节椅子忘了拿，瑞婷被罚站也太好笑。谢谢志宏分享了直播间。希望大家还喜欢这次的公演。我这次玩的蛮开心的，因为 MC 蛮好笑，所以自己开心。赛佛你好 ，Cipher， 哈喽你好，希望大家也有得到能量哦。所以品涵中文学的如何？我中文学的不错啊。最近有学一些成语了，像是什么小以大义之类的东西，学习到一些成语。两人的反应很快，熊妹空气椅子跟兔子站着唱，真的，我们台上在台上表演真的就是靠临场反应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状况。临场反应很重要。三只小猪哈喽，幻影战士你好。小以大义要对谁？没有，就是最近我在看书，然后在书里面常常写到小以大义这个词，所以我就学起来。藤井麻友哈喽你好，幻影战士。大家下个月公演也会来吗？在2月19、20是吗？2月19、20要不要报上半年日检？这样下半年还有一次机会。上半年我来得及吗？我觉得我上半年来不及了，因为报日检不是也是要一笔钱吗？我不想要浪费钱，然后没考过这样，我想要去考就过。所以我想要准备好再报，我不是为了想要很快拿到那个证书所以报名，我是想要真的准备好再去，不然很浪费钱。我手绘完就公演，可是日检一年就两次而已，可以啊，如果真的来不及也不一定要今年，对吧？反正我只是想要让我自己持续每天都有接触到日文跟英文，这样是最重要的，对。每半年一次，日检一年只有两次，要让自己没有退路，先报再说。好像也有点道理。可是我有时候是真的很忙啊，要准备演唱会、公演什么的，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每天真的坐在那边读五个小时。如果我今天是真的可以每天坐在那边读五个小时，我就会报。可是因为我工作很不一定，所以我就是有时间的时候读一下，所以我觉得不要这么有压力哈。本来打算要考上去，后来决定七月直接从仁山出发。别忘了还有牙套的钱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说我报了就要过，就不想要浪费钱。日检考试都在假日念，报名完结果考试当天要工作，直接丢水沟。至少 N2， 对，我是想要报 N2 啦，但我现在还没准备好。准备好再去，我也是这样想。1.5个月就从50音到24结束，那蛮快的。我最近还买了一个水壶，要来叮嘱我喝水，因为它就是直接1500，就是我一天要喝的量。
然后就他还有那个刻度，说你几点要喝到哪，几点要喝到哪，我觉得蛮方便。所以就我跟千晃一人买一个瓶子，我的是蓝色的，很可爱吧。品涵最近有跟哈库玩吗？有啊，刚刚才玩过而已。每天练听力比较重要。我觉得用吸管喝水比较好喝耶，有种在吸饮料的感觉。你有觉得吗？切换，我觉得用吸管喝的比较舒服。舒服？平常是多不舒服？金佑说不要之后装可乐哦。直接一天2000cc。2000cc 的可乐。没有啦，我一天是1500，它是照体重去算的，我一天1500。但是觉得吸管蛮好喝的，就是很像在吸饮料的感觉。瓶子是不是比你脸大？对啊，这瓶子真的很大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绿色，我觉得绿色也很可爱。它还有什么色？粉红色，对不对？我原本想买粉红色，可是粉红色好像水看起来没有很好喝，所以我后来就买了蓝色。但它切换的是绿色，我的是蓝色。这也是我这个今年的每天的目标，我有写一个 Excel 表起来，就是每天有做到的话就画圈，没有做到的话就画叉，这样。对，我终于没有再废了，各位。装气泡水的话，那个吸管会把里面气泡水喷出来。切换体重下去算要喝多少？2000啊，大家自己出回去哦，就可以知道它多重了。哎，你是2000是吗？蓝色水比较好喝。Hello， 雨萍你好，很可爱耶，这样提出门。但我觉得我之后练舞，感觉也不会这样提出门，因为太重，可能会分装吧。那我当初想买它，就是因为想要提出门，还是我应该把它提出门，这样才会发挥到它最大的功用。千晃不是要2500吗？像露营灯，而且但是这个水瓶来的时候比我想象中的还大，因为我原本看它网站上我以为不会这么大，但它来的时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瓶，带出门感觉有点大，因为我看婷丽都有带这种水壶出门，之前练舞的时候，我看婷丽就是直接带那么大壶欸，还是我不太适合拿这么大壶。婷丽拿好像就很合理，对，就很时尚的，就是那种运动的配件的感觉。但我拿是不是有点不合理？因为它在我身上太大了，很像水桶。因为我长太小只了，所以我拿很像水桶，是不是？你下次跟婷丽一起拍那个时尚照。婷丽拿就很合理啊，就是那种你们要去运动，然后很健康。对啊，那我拿就很像水桶。你很像在帮别人拿，你应该是帮婷丽拿吧？提出门觉得。这种才会想喝它，减轻重量，就我好像不适合拿那么大的水壶出门，比例不太对。对，我就是适合在那种小小的比较可爱的，对。可是小小的水又装不多，根本就喝不到一点点。你适合挂在腰上的，哦，你说小朋友那种水壶吗？幼稚园用的。我幼稚园有很多小水壶，很可爱耶，可以背的那种。哎，你有用过那种可以背的水壶吗？小时候好像很可爱，也是有吸管的，好像有，好怀念那种哦，很可爱耶。我小时候家里有超多个嘞，眼足用的，可可爱。而且我家里还有那种是瓶身可以有各种变化的，因为小朋友的东西不是会做很多变化吗？就是有。各种图案，然后我有一个是，就是他把一个水壶切割成三个图案，然后这个都可以转，就可以拼凑不同图案的水壶。好像有很可爱耶。有印象。现在还留着吗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两个在基隆的柜子的深处，深柜里面，深柜，对，在深柜里面，深处柜子里。
谢谢李真的 Kiki 做你的喵，谢谢李真。以为是在提灯笼，原来是水壶。小朋友的钱真好赚。那我之前有一个也是超可爱的童子，谢谢帕克桑的会员日记，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去日本迪士尼玩，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，然后去跟家人去日本迪士尼玩，然后不是有那个爆米花桶吗？结果被我爸妈丢掉了，我好难过，超难过的。如果那现在还留着，一定可以拿来做很多用处，可爱。这是我在迪士尼的爆米花桶。被丢了，哭哭。开会去，拜拜，帕库桑，帕库桑，拜拜。哎，突然好想去游乐园玩了，我们要不要改天一起去？等彩杰考完试。好啊，好啊。想去游乐园玩，真的可惜。去哪不知道哎，台湾的游乐园六福村，可是六福村上次彩杰才去过，不然就要到中南部了哎，义大好远哦。可是我想玩真的是游乐园的那种，我上次看那个 YouTuber 小吴去义大玩，很想去。你有去过义大游乐世界吗？好像有哎，小时候。我也是，就是国中毕旅的时候吧，我去过两次，但很久没去了。去过上顺是什么？儿童新乐园我去过了。平安有去过小人国吗？有，小学的校外教学。六福村也去过，九族文化村也去过，剑湖山我没去过，剑湖山跟力宝没去过。剑湖山跟力宝是比较偏玩水的，是吗？就是水有水的设施。没有吧？力宝好像是，剑湖山是吗？剑湖山我没有去过哎、欸。我好像没去过义大哎、欸。真的，因为我的国小跟国中毕旅都是去义大跟九族文化村，然后我没有去过剑湖山。六福村是不是最常去？因为最近啊，离北部。他在哪？新竹。真没概念。里面全把六福村拍得很像迪士尼，我就说他们那个，他们那组照片很厉害耶，就是那个把台湾的游乐园拍得很像迪士尼，蛮用心的。我们怎么那么可怜，没有迪士尼，只好去六福村。六福村也不错、啊，也不错啦，但就是看你怎么拍。对对对。来台中坐最大的摩天轮。可以来剑湖山，小叮当科学园区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去过。对的人一起去哪里都好玩，好像是哎、欸。绿世界有去过吗？有去过绿世界，在宜兰对不对？是吗？宜兰还是哪里？就是很多植物，动植物的那种。剑湖山在云林，我很喜欢我今天的妆，不是在宜兰吗？那我忘记了，但我有去过，小时候看那个变色龙啊、蜥蜴那种东西，然后绿世界里面好像还有那个仙人掌公园之类的，是吗？有观众问你们是不是艺人，然后我不承认，我不是艺人，我是小偶像。在北埔吗？那可能我记错了，但我有去过。很喜欢我今天的妆哎、欸，找一个橘色系。我今天妆是橘色系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嗯，很秋天秋冬的感觉，是可爱小偶像。怎么办？切换我握手会要穿什么？给我一点想法。还是你要送我生日礼物 啊？握手会的衣服。啊？哼。然后每次问要穿什么衣服，我答案都一句只有一个、啊。什么？不要穿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啊？在想，还是我目前是有想到
两套吧。但我想说，如果真的要买的话，就买一套，就不要花那么多钱，就买一套，然后其他用旧的衣服或是之前买的但是没什么穿过的，然后拿出来重新搭配一下。他们说谢谢切换欸，切换不可以色色，他们没有啊，他们说看你，看你蛮好笑的，你不要再多一点啦，他们谢谢你，你蛮好笑的，你们不可以色色。我到了，那天要去游乐园，谢谢卡米的带我走，谢谢卡米。同一套搭个外套变另一套，对，我想说如果因为最近也是有点想买衣服啦，想说如果真的买的话就买一套，然后其他三套用旧的衣服去重新搭配做一些变化，那是不是还听起来合理？如果买一件的话，嗯、可以吧、嗯？还行吧。嗯，然后就买一件那种很贵，4000块，请给熊猫含一个正式的场合。要不然圣诞 T 大改造就别套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就想说要穿圣诞 T， 我是昨天跟我昨天就跟你讲说我要穿圣诞 T， 问秦航说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穿圣诞 T 会太随便吗？他说好像有点随便，所以我就打消这念头。还是我圣诞 T 搭熊猫寒那件啊，会不会太像睡衣啊？啊，好难想哦。谢谢李真的 Pop Cat， 谢谢李真。跪求熊猫寒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我穿那件，你看一下那件杰拉头那件熊猫，会太像睡衣吗？那蛮可爱的啦。那它上面要搭什么吗？那个睡裤。麦克花，那叫什么？我说下身呢、欸，裙子吗？可是搭裙子又很不慵懒。啊，还是我那件咖啡色短裤啊！好，我再想一下好不好？各位，他说可以圣诞 T 啊，圣诞 T 很像情侣装，跟大家吗？对啊，可是圣诞 T 会不会 T 恤太随便、啊？大家会不会冷死啊？我想一下，圣诞 T 可以怎么搭？搭头饰看看，熊猫本来就是居家感 OK 的吧？那我这样想一想，好像不用买衣服，好像搭得出来。如果圣诞 T 跟熊猫的话，省钱考试了啦，你之前不一定考一次。不要乱说。要尝试性感的风格吗？性感，我就我有一套的想法，是想要走比较成熟一点，就是比较女性一点，可是不是那种露腿的女性，我反而想要穿长裤配细跟的高跟鞋那种。我有一套想法是这样，切换真言，谢谢呀，欧莫里的水瓶宝宝，露腿握手也看不到，拜托请猜我，因为我有一双之前买的很可蛮漂亮的白色高跟鞋，可是平常比较少穿它，因为它细跟的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漂亮，所以想说好像。我手绘可以拿出来穿一下。踩我，最多露腿的时候不都会配个靴子吗？握手看不到高跟鞋。来性感吗？我们很严格。可是我是怎么做都不性感啊，怎么做都没有麻油性感。麻油就是性感，我就是可爱。白高跟类似拼图那个，是也没有那么高啦，微高。尖头的跟鞋，握手可以请品牌后退就看得到了。那个是体型的差距，品牌请释怀。阿元很期待被踩，你们都是抖 M， 他们说想被我踩耶。我在洗碗上面都会是口红欸，怎么办？洗一洗。找错对手了，找麻油比一开始就跨级打魔王啊？什么意
思嘛？你们说我是小兵咯，那我要跟谁比？算了，这从来不是我的领域。要平衡，放弃这个想法。那你可以跟七七比。好，阿华，我要跟七七说，我要说跟他说，阿华说你不性感。谢谢廷瑞的晴天娃娃，这是一天的水吗？对，这是我一天的水量。那噔，怎么会有人想被踩啊？平衡可以穿高跟的时候再踩吗？可以跟玲玲比。默默吧，先学眼神。有啊，默默，默默就是天生长得比较妖艳一点。我这样说是对的吗？但我其实很喜欢默默的长相，我之前是不是夸奖过了？对，我很喜欢默默的长相，就是有种艳丽的感觉。默默就很寒。我之前就一直夸奖说，大家只要问我说 TP 最喜欢的脸是谁，我都会回答默默。哎，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长相。他是韩系，但是真的很漂亮。卫生纸哪里有卫生纸？我在直播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好啦，谢谢。对不起，而且我在直播，我还帮你拿卫生，我还打断。对不起，李梦辰，你刚才在聊李梦辰，继续。李梦辰怎么样？我说我喜欢他的长相。对啊。那你 TP 最喜欢谁的长相？啊？我是不是用了一个题目？只论长相吗？对。你可以，好，我给你，你可以选三个人，就是不要太绝对，可以让你选三个人的话。三个人的话，嗯，小迪林依萍涵，谢谢。啊，有我就开心。你怎么知道三个里面就会有你？但是前第一个的话，可能就你喜欢可爱型的是吗？好像是哎、欸嗯。第四的话，可能有孟淳。哦。那你不喜欢嘉丽跟彩杰喽？喜欢啊。你刚刚没说到他们。有啊。我刚开始陷阱挖陷阱。我刚才不是说前三名是嘉丽、彩杰、平衡吗？你们听错了啦，大家。大家乱听啊！好好笑，好好玩。我就喜欢看这种血流成河。那前三呢？前三可爱，你之前讲过了吗？你说我自己的吗？可爱吗？还是漂亮？前三，你喜欢的脸。李梦纯啊。不一定要可爱或漂亮。李梦纯。然后单就脸哦，熟不熟也没关系。李梦纯。嗯。林一。嗯。小迪。嗯。没有你。没有，哎，自己不算吧？自己不算啊。好，自己不算。那跟我差不多、啊。差不多了。哎，嘉丽彩杰呢？不要再挖坑给我了。没关系，彩杰好像也不一定会选你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。以长相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，这很主观的东西。我很喜欢嘉丽现在染头发，就是比起以前黑发、哦，我蛮喜欢她现在这个头发。而且我觉得彩杰是一年比一年好看。嗯，彩杰也变好看。但我觉得彩杰以前怎么高音，彩杰直发的时候比较像小孩子，嗯，但有打扮卷发的时候蛮漂亮的。但我觉得彩杰很适合卷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是每个人喜欢的颜不一样、欸。两个都在。两个都没把李佳姐没放在考虑，没有，这很主观啦。主观啦。Hello， 哭江你好。那我觉得韩寒的化妆很厉害耶。包还扁。这是包啊，就是他的那个妆很精致，而且他也很会绑头发。真的，这真的很厉害、嗯。像我就是超级不会绑头发，就是每次你就看到我是同样的发型，所以就是很苦手对绑头发这个方面。哎、欸，我刚才忘记说了，我喜欢蛮喜欢齐慧的脸。哦，齐慧的脸我也蛮喜欢的，齐慧脸我也喜欢。然后孟淳的话，我觉得他跟婷丽有点像，所以婷丽我也会、哦、也是在我前十。齐慧脸我蛮喜欢的，他就是那个脸型很对，角度很刚好，然后大眼睛，然后卧蚕明显。
然后牙齿鼻子我都没。你再讲一讲是不是第一名了？奇怪啦，奇幻脸我也很喜欢。我每次看奇慧的照片什么，都会把它放大看她的那个眼睛。她眼睛、就是、对很好看，对很好看，她整个干得很好。还有酒哦，对她还有酒哦，真的。但我就没有很喜欢自己的脸，我不喜欢自己眼睛啦，但我喜欢鼻子跟牙齿。哦，我觉得你鼻子蛮好看，嗯，眼睛就是下三白。对啊，不喜欢眼睛，我觉得我眼睛不是深色那种，因为我都会。去看，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眼睛嘛，所以我都会去放大看人家照片，什么林一啊、小迪啊，然后婷丽啊，就是大家眼睛都会，我都会特别放大看他们的眼睛。欸、其实我觉得你的眼睛很适合给林杰，哦，就可能会有点时尚感，厌世的那种。对，因为你整体是可爱，然后不需要这个下三滥的厌世眼。对，是，就是因为我就是眼睛比较是那种个性眼睛，是这样的吗？就是模特而言。就是对，你们看很多韩星或是拍时尚大片的那种眼睛，就是有点厌世，然后单单的，然后没有不是很真的圆大的那种眼睛。对对对。可是我的其他地方是可爱，然后长得又小小只的，就好像不太适合这种眼睛。给林杰啦。都林杰厌，都是这种眼睛厌世起来的话，应该会很有个性吧。那林杰眼睛很好看耶、欸、我想要林杰那种眼睛。好、欸、你选一双眼睛，然后请大家帮你 P 那个眼睛。哎、欸、你选五官，然后拼成一个。拼成一个我喜欢的吗？2022新品涵。大家可以帮忙我吗？对。帮我 P。大家好厉害啊。那我选一双眼睛。好。哎、欸、这边给你参考，这边是我已经帮你找了网站上的。谢谢。哎、欸、对，我们换了新公司照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好，你往下滑。眼睛的、哦，只能选一双哦。我看一下，还要工作。好，眼睛的话，我可能会选。我看一下林杰跟齐慧的。齐慧的眼睛我很喜欢，我选齐慧的眼睛。等下选一选，会不会说齐慧的鼻子、齐慧的嘴巴？那你就是变成齐慧而已哦。齐慧的鼻子要不要留你自己的？鼻子留我的，鼻子留我的。好，然后齐慧的眼睛，齐慧眼睛品涵鼻子，齐慧的眼睛品涵的鼻子，眉毛谁？眉毛有差吗？其实眉毛蛮重要的，眉毛还好啦，眉毛又都画得出来，对，而且刘海盖住看不到。好，然后林一的头发，因为我没有留过那么长又那么，你知道很黑，然后长 okay, 长长的这样，新公司照这样的头发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好好，然后因为我就是没有留过那么长，我跟你讲，嘴巴很精，就是要很注意。就是留我的嘴巴啊，不能、啊、只能选一个，只能选一个。可是我想看看我这样搭起来会是什么样。好，那第一个 version 是齐慧的眼睛，齐慧的眼睛，平涵的鼻子，平涵的嘴巴，跟林一的头发。好，那第二个 version 要把你的嘴巴换掉，那就变成前面一样。然后嘴巴的话，我看一下哦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人的嘴型？嘴型。看来李梦辰是不是整体好看？因为你都没有选他的五官呢、欸。好，但李梦辰嘴巴还不错啊。这一张照片的话，好，那李梦辰嘴巴，李梦辰这根本没有人要帮我 P， 然后我在那边选。会啦，会吗？大家帮我，大家帮我要 at 你，大家帮我拼一下哦。要不要那个嘉丽的耳环？嘉丽的头发也蛮想试试看，因为好那第二个 version 是嘉丽的头发。然后齐慧的眼睛，平涵的鼻子，梦辰的嘴巴。对，然后第一个是林一的发型，齐慧的眼睛，平涵的鼻子，平涵的嘴巴。谢谢李真的 podcast， 因为那个栗子的头发我也没染过那么浅，想看看会长什么样子。身体呢？身体也要选是不是？身体可以 P 吗？身体可以 P 吗？不是要公式照吗？身体 PP 看好了。其实我觉得柏林的新发型超好看的。哦，那个卷微卷发吗？很好看的，他的那个新发型。好看啊。超好看。哦，哎，我的是直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我自己弄不出那卷，而且我跳舞一下就掉、欸。我觉得你还是要放入彩洁的东西。有软体可以拼吗？彩洁的，我看一下。你的领巾在上面写平涵。彩洁的东西是不是？彩洁，我蛮喜欢他的发质。发。你有看过彩洁发？他发质超好。他皮肤也很好。好，那彩洁的皮肤，脸不是脸型哦，是皮肤。照片看得出皮肤吗？
彩杰真的也是法质超好那种，就是没有自然卷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天生自然卷超严重，这边会变正方形。为什么拖我下水？哦，因为你也是啊，所以我真的超羡慕彩杰的头发就很直。请问发质要怎么弄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的发质、他们说想要谁的腿？彩杰的腿，彩杰跟佳丽的腿。彩杰的腿太好看了。彩杰佳丽。但我觉得你应该就直接说干妈的腿。哦，因为是干妈生的。或者是干妈的手。干妈的腿。好看。好看。会选哦。大家真的有要帮我 P 吗？要吧。到了下半身有李家姐妹的站位了，这是什么平衡自己的 top one 的长相？以前不是 Forte 有一个那个拼凑的什么？干妈好基因，江口爱食吗？那叫什么？跟紫竹的腿也不错，真的哦，紫竹的腿，紫竹的身材也是让人羡慕，就穿什么都很合理。嗯，她真的，因为她很常会穿全身紫色，或是全身绿色、全身粉红色、粉红色鞋子、绿色鞋子去练舞。我就想说，那种东西真的只有在她身上才会合理。你们想象，如果我们穿那种绿色的东西，整身绿色，是不是看起来就不行？那你放入原紫竹的讲话大声。她是茱莉亚老师啊。第一版的灵异发型，那个眼睛用谁的？第一版的灵异发型眼睛是齐慧的眼睛。你眼睛都只有选齐慧的不是吗？对，足九头身，鬼神比例，讲话大声先不要。他们说讲话大声先不要、欸。平衡自己腿就很棒，我小短腿，呵呵，我腿真的还好，短短的。但我真的没有特别喜欢我自己的眼睛，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媳妇啊？就是大家其实都蛮喜欢我，应该不是说不喜欢啦，只是就是会特别在意自己的眼睛长什么样子嘛。就是自己比较在意的点，就是拍照的话，自己比较在意的地方。因为我也是算内双嘛，我的双眼皮是贴的，所以是本身内双，然后墨残没有到太明显，然后黑眼球不算大，对。应该说我的眼睛比较属于那种圆吗？圆大，可是不算深邃。听得懂吗？好难形容，就是那种银行的那种。好，就是圆圆的，然后也大大的，可是那个什么眼头吗之类的，或是卧蚕的那个不够阴影，不够明显，不够深邃。我的眼睛比你的好看，确实。就是如果单看眼睛的话还好，可是整体 balance 的话蛮喜欢的，这样，对吧？我也蛮喜欢雷奇的眼睛，他是黑眼球很有神。那要不要有一版？就是我每次看雷奇的那个照片，他的黑眼球就是会亮亮的，就是他的眼球很黑，然后很圆大嘛。他的黑眼球，我喜欢他的黑眼球。那不然有一个雷奇的黑眼球吗？黑眼球，眼球的部分要怎么 P 呀、啊？眼睛嘛。但他们要把他眼球弄出来，很恶心。那眼睛好不好？因为齐慧的有一个，然后一个猎奇的眼睛这样子。觉得猎奇眼睛是他的那个眼球很漂亮，会亮亮的，黑到反光的那种。好难。有人在做了吗？超逼。谢谢志豪的啾啾你哦。作业感觉越来越难做了。双下巴的部分呢？脸型是不是？脸型的话，我好像也蛮喜欢齐慧的脸型。你要不要整个人改成齐慧就好了？还有思雅，我喜欢思雅的脸型。啊？她有一个角度，你懂吗？我很喜欢她有那个角度的。好，那就思雅的脸型啊。她角度，我那个脸的角度我蛮喜欢。因为像我的脸就是直接这样尖下来嘛，可是她是会有一个那个。怎么说？那使用诗雅的脸型需要附上那颗痣吗？没关系，所以痣没关系，痣没关系，脸型。那所以你就是要诗源的脸型。
好，他们脸型不太一样吧？真的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有特别仔细看过。好，诗雅的脸型可以。报告，平衡单上可以通审一次吗？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。你们其实也不用那么认真啦。好，来帮大家统整一下。我打开我的备忘录，等我一下哦。我好乱。等一下哦，发型目前有两个选项，然后大家再自己去排列组合，好不好？发型是佳丽跟林一。李佳丽、栗子跟林一。不是，我这个打起来要贴给谁？谢谢佛缘的成功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目眼睛，眼睛是齐慧跟林一。齐慧、林一，谢谢樱桃猫的厉害。然后鼻子是你自己，对，我觉得你的鼻子是真的蛮好看的，鼻子。谢谢阿元的厉害。嘴呢？嘴的话是谁啊？忘记了。我刚刚选谁？你自己跟孟辰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我跟孟辰。跟某，然后发质跟皮肤要用采洁。还有腿。哦，那腿好了啦，因为这个皮肤看起来。腿是采洁。采洁。然后你的鼻子跟刘家有的鼻没有吧？我的鼻子跟刘家不太一样，他那个是更尖的那种。对对对。我觉得他是蛮日本人的鼻子，对，他的鼻子的就是日本人的鼻子，我觉得很好，对，日本人鼻子鼻不要再讲鼻子，鼻子啊，我觉得日本人鼻子很挺，我有去研究过那个日本前辈的鼻子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鼻子很好，他们怎么说，就是他的鼻尖很明显嘛，可是我发现我们好像鼻尖没有那么明显，所以刘家的鼻子真的是算比较、我看很多前辈的那个。鼻尖很明显，就是他这个鼻子外面这个鼻尖会再凸一点出来，还有很好看。脸型是诗雅的，诗雅好，帮大家统整一下，来，你帮大家念一下。好，这边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哈，大家可以 P 两个版本，就是脸型的话是诗雅，然后拿过去跟品涵，对，还有我一个是我本来的脸型。所以脸型的话是平涵跟诗雅，然后发型的话呢是栗子跟林一，然后眼睛的话呢是齐慧，你的齐慧怎么打这个齐慧？一齐一慧的那个齐慧。眼睛的话是齐慧跟林一，鼻子的话是平涵，然后嘴巴的话是平涵跟某某，然后腿的话是彩姐。对，希望可以。他会找出来很像，其实我蛮喜欢小迪的眼睛哦，小迪的眼睛我也蛮喜欢，就是小迪是小狗眼，他那种有点垂垂的，然后又很大，对，小迪是真的小狗眼，他就是那种垂垂大大的，好，那眼睛多一个小迪，很可爱，好，眼睛多一个小迪哦，小迪说自己有大小眼，你们认同吗？哎。有 吗？我没有太在蛮可爱的看得出来，没有看不太出来。但我跟你说，这种通常自己都会很在意，像我就会觉得我的什么对右脸比较好看，鼻子侧面比较好看，但大家给我看不出来，就是自己会很在意这点，可是别人看不出来。那你衣服要穿哪一套？什么衣服？就是现在不是都腿了吗？哦、你说公式的衣服吗？都可以啊，现在不是大家帮你 P 图吗？所以我可以自己选我喜欢的衣服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随便讲的。哦，你不要再增加大家的作业量了。好啦好啦，可是你有腿这一点就已经不是半身照了。虚构成员名称：邱家杰、陈于纯。陈于纯，我个人是觉得就叫做邱奇慧了啦。不穿，他们说不穿哎、欸。不穿哦，好。不可以色色。好好玩。我很期待会长什么样子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大家感觉应该会超正的吧？但是会不会意外的很怪？好像比例 balance 不太好。哎、欸，大家要调一下 balance， 我不要怂的妈妈。但好像是哎、欸，就是、啊、其实不是听过很多医学研究，就是整形医生什么研究，就是说其实人好看不是那个五官好看，是 balance 好。对。嗯。就是比例跟平衡好就是漂亮。对。嗯。整形科医师是这样说啦。根据某报道吧，就是
平衡好看才是漂亮。好像有一个研究就是显示，就是他让 baby 看到一个人的脸，然后看有没有哭，哭就是可能比较丑，他会吓哭这样。然后发现他们认为的漂亮，就也不是真的漂亮，就是你整个很对称，他就觉得你应该是好看，他就不会吓哭。好像是对称比较重要。对，就是对称，然后或者是整体的那个平衡是好的这样子。因为你如果什么每一个五官都是超级精致，好像也就会很像机器人吧，假人。嗯。吓哭是怎样？秋彩绘。秋彩绘听起来好缤纷哦。秋彩绘哦。不知道叫秋葵吗？秋葵，对啊，我以后想改改看名字，我想改两个字试试。我很羡慕两个字的名字，我觉得很酷。你觉得呢？黄杰，黄杰本人、哦、还不错。还是其实生活上会有些麻烦，就是定位之类的，别人问你说，哎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就不能只说杰。他说黄杰这样。不会啊，不会不会，没有那么困扰。没那么困扰。我又不是只有一个字。好。说我叫黄，这样是蛮困扰的。秋天，秋天，秋品，秋寒。如果你是日本人，就秋风扫落叶。什么意思？没事。叫秋葵听起来很健康。我觉得我的水有在减少，我好开心哦！我终于愿意喝水了。哈库喝水都比我多，哈库喝1000多哎。谢谢告白，谢谢香港阿奇的告白气球。然后我今天原本要去看牙医，然后牙医跟我临时改时间了，所以我今天都变得很 free 耶。今天没有事，没有事情。哈库又不能喝汤，跟两个摩羯座都不喝水。没有，我现在有在喝水了。零一要记得喝水哦，平常也开始喝水了。要不要送他这个生日礼物？应该会很困扰。他会很困扰。他会拿来装奶茶。哎呀，我们上次是送零一那个 Kango 的帽子啦，对，很适合他啊。大家觉得适合他吗？觉得很适合他。那天是我跟彩杰去挑的礼物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，因为林一蛮常工作的时候会戴帽子，因为他平常都是双马尾，他可能不想要那么就是招摇的走在路上嘛，所以我看他蛮常就是练习啊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都会戴着帽子，然后就想说，好，我们就想说还蛮方便，就送他这个，而且那个标。Kango 的那个袋鼠的标是粉红色，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太就是 Lace 的帽子，就是粉红色，就是很适合 Lace， 所以就买了。你觉得蛮适合他的，很可爱。很可爱。但是我那天去逛 Kango， 也看到一顶蛮喜欢的帽子。嗯。要不要送我生日礼物？嗯。拜托嘛，很可爱耶！我想说买了可以握手会戴啊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他不是说不要穿不要戴比较好，他才不会喝水，喝饮料才是水分来源。送了啦，我刚才看到一顶那个贝雷帽，蛮可爱的。可是人家Lace是20岁生日礼物哎，我22岁。你看没有什么好庆祝？他们说好啊。什么好啊？你会不会收到10顶Kango？但我真的觉得很可爱，我找一下网络上有没有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帽子很挺嘛，虽然我有一些贝雷帽没错，可是我就是那种比较日系软软那种，但他们那 Kango 有一些是比较挺，就是比较帅气的那种啊，嗯，有个性的那种，我觉得很好看的。你生日过了没关系啊，生日过一个月嘛，你家妈妈说的。对，我上次我们公演前一天去那个李家帮雷奇过庆生，然后那个他们家生日是过一个月，就名字雷奇生日，然后我那天还得到傻蹦哎，超开心的，是李家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他们家生日真的过一个月，我就收到了傻蹦大户送我傻蹦，他们家真的是傻蹦大户。谢谢切黄。Kingo， 我找一下，哎，我给你看，你帮我看，你觉得漂不漂亮？你家真的是生日字典。
种很可爱吧？我真的有看到一顶很可爱的，你看这个蛮可爱的吧？哦，还蛮可爱的。这种是不是采洁有啊？采洁好像有类似，可是又不太一样。没有，我们之前的是这种，采洁是这种。哦，对。但这种的下面又有一个底，就是比较帅的那种，就很可爱耶。而且他们重点是他们家帽子有分 size， 因为我头比较小，所以就是平常外面很难找到大小适合的 S 吗？对，他们家有做到 S， 所以就觉得蛮好。不过还是要去试戴一下，觉得很可爱哦。那天我看到一个，你要买黑色吗？没有，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别的颜色，很可爱。你要不要戴绿帽？那天我看到一个格纹的，很帅，真的很有个性。等我查一下。这种，我觉得很有个性哎。这种。可爱吧？这爸看不到，我是叫你看呢。我觉得这蛮可爱的啊。嗯，蛮可爱的。母汤原谅起来，谢谢阿华的一封信。切格瓦拉那种歌吗？哦，有点像。切格瓦拉是什么？你 Google， 你一定看过他。就是那个古巴那个切格瓦拉，哦，好像有点像，是吗？我看一下，帽子啦，帽子，我看一下他的帽子。哦，切格瓦拉，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耶。我喜欢这个，切换。为什么要叫我？蛮可爱的吧，但还是要去现场戴一下。好，明天还是我们今天去看呢、啊？不要哦，今天不适合出门，太冷是不是？谢谢阿华的晴天娃娃，你怎么破音了？嗯，没声音。好的。啊你看，我们喝一半了。嗯，那蛮快的。等下午餐吃什么？问大家。你们觉得午餐要吃什么？谢谢枯江的钟情玫瑰，谢谢。午餐吃。谢谢科技鱼的和你一起。有今天午餐吃什么的转盘呢？真的、哦？那你转一下，看他转到什么。他们说拉面、玉米汤饺。你买给林一是有毛皮的吗？还是一般？是一般的，就是没有毛毛的。火锅好像不错哎，天冷神有汤的。你转到什么？让我来看一下那个。谢谢庄颖的爱的小熊。午餐吃什么决定器？麻油鸡、关东煮、寿喜烧。好像挺不错的，有汤的东西。那麻油酱挺好的。这样可以。麻油鸡好了。慢能的烧烤感觉很适合 Friday。烧烤很 Friday。每天吃吧。烧烤很 Friday。谢谢廷瑞的晴天娃娃泡菜锅。姜母鸭。哦，谢谢志豪送的看，要你好看。你怎么砸派我呢？谢谢志豪。臭臭锅，臭豆腐好像也不错哎。臭豆腐或麻油鸡。怎么样？烤生饼怎么样？好像可以。好像可以耶，好，好啊。他可不可以被我们臭死啊？会。他都在我房间大便了。有他臭吗？嗯。
我现在好想要去厕所，但 我不想站起来。品寒天天烧烤也不会胖吗？哦，那就不要去了。他会不敢进来了。他说不定喜欢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他以后真的会以为你房间是厕所。真的。但我觉得他已经觉得我房间是厕所了啦。我跟你们说，他每次真的都是走到我们房间这边，因为他每次要上大号前，他屁股会亮红灯，就他屁屁那边会红红的，就是代表他已经有 feel 了这样子。他每次只要走到我房间附近，或是走到就是我房间的那个走廊外面，他就会屁股开始红红的。对，早就认定是厕所。亮红灯就是屁屁会红红的，嗯，这个应该有养过狗的人才会知道，因为我之前也不知道，但我去看是真的有亮红灯，就是看得出来的，对吧？切晃，嗯，他昨天就是屁股很红，还走进来我房间，然后切晃就说屁股那么红还敢进来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所以现在是绿灯吗？真的，他就是会屁屁那边红红的，然后一直到处闻地板，就代表他要上厕所。亮红灯是不是应该要接闪光灯？只有柴柴会亮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养过其他狗，我不知道，是只有柴犬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哈库呢？又在睡觉了。他是不是又在睡？你可以抱他进来啊。他应该在睡觉吧。谢谢红包，不客气哦。这样变黄灯的时候就要先抱去厕所。谢谢柯基鱼的 Pop Cat， 谢谢柯基鱼。刚出生的巴掌狗，我猜相反，是很红还是偏粉红？是很红，就是屁屁会有点粉红粉红。谢谢福福猫的晴天娃娃，觉得你房间很自在舒服，一进房间就有感觉。谢谢 Lose 的枫叶，谢谢中影的钟情玫瑰，谢谢谢谢阿俊的枫叶，谢谢博云的晴天娃娃，谢谢博云。谢谢浩宽的红玫瑰，谢谢浩宽。我今天难得没有想睡觉哎、欸，是不是跟喝水有关啊？比较有精神。是吗？蛮好喝的呀，水。谢谢幻影战士的晴天娃娃，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。应该是因为刚刚讨论美女，心情好。蓝色的水好好喝。喝不了咖啡，所以好睡。其实我很喜欢咖啡的味道，但是因为那个咖啡因，我真的会有点心悸。不然我其实黑咖啡我 OK， 就是那个味道我可以。我很想当一个可以喝咖啡的人，还是那其实需要训练，就是每天喝一点点这样。好像可以每天来喝一点点呢。
因为我喝不多，上次和顶点那个是点咖啡吗？没有，那个是黑糖珍珠奶茶，黑糖珍珠鲜奶茶吧。心悸问题那么好解决吗？大家要去踩点是不是？所以问点什么？那天是点咖喱饭，然后抹茶提拉米苏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焦糖什么什么香蕉蛋糕之类的。然后我的那杯是黑糖珍珠奶茶。咖喱是什么肉？好像是牛肉的样子，因为我们三个都蛮喜欢吃牛肉的。快去踩点，那间咖啡厅蛮漂亮的，我很喜欢它那个有点复古的风格嘛，就蛮好拍照的。店八点关，真的开兴趣的。但我发现现在很多咖啡店都做这种复古风格，超喜欢，我真的超爱的，超爱的那种。这是摄影，很适合拍照摄影。你们去的时候人多吗？我们是平日的时候去，他有叫我们等一下，他说先预约，然后有位置再打电话叫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去附近晃晃，但也没有等太久。但我猜假日的话应该很多人，我们那天去是都是坐满这样子。看有人踩阳台有点小，你们拍得很漂亮，谢谢蜜。我那天还特地穿比较复古一点的那个打扮。跟你们说，我的伤口好像差不多愈合了，它皮长得差不多了，跟招牌一模一样。你说看板吗？对，那个看板。看起来好多了，对，它有长皮出来，请大家不用担心，已经不会痛了。我都没有去抠它哦。应该不会有事，谢谢摄影的掌声鼓励。上次被智龙抓到的那个呢？被智龙抓到的反而就是疤痕还蛮明显的。谢谢逸晨的晴天娃娃，谢谢逸晨。是不是可以点臭豆腐啊？好，智龙的爱，我好想念智龙哦！他什么时候再来玩？过年。过年我们在做吗？大家不在做、啊。但志龙自己。志龙会来。深深烙印，点汤的臭豆腐还有热汤，对，我们要点汤的臭豆腐。龙妈看完公演了吗？有啊，她看完了。她看完了。谢谢 flow 3344的钟情玫瑰。对，麻辣臭豆腐，只好我去陪龙了。你要来这边陪龙是不是？然后我们都回家这样。龙妈，那天看完公演，我们还跟龙妈去吃饭，跟清汉、李佳丽还有龙妈一起去吃炸牛排，因为李佳丽说她拔牙前想吃。最后一次他拔完牙后不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去吃了炸牛排。也可以，我过年很闲，大家过年都很闲是不是？探吉也没办法回新竹，好苦年。太智龙去基隆，对，我也好久没回基隆了。听那个沙发，我有出钱的沙发，我都还没坐到哎。龙妈一直听成龙妈。说的也太悲壮，你知道我每次啊回基隆的家，都会发现那边很多食物，真的不怕饿到。因为像
自己在外面住，就不太会去买一些零食什么的。真的，就是因为那个钱，你懂吗？就是不会特别去买一些放在家里，但是你知道自己的家里就是爸爸妈妈会买，所以就是回到家就是各种可以吃的东西，各式各样，有要吃什么有什么。过年可以回去躺。对，水果是最明显的，水果的量差超多，因为在这边就不太会自己去买，但是家里都会有，而且还是切好那种啊，冰在冰箱一盒一盒的。然后，而且因为我每次我们家是有习惯吃水果的人，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有习惯吃水果，所以就是每次回去吃饭的时候，吃饱饭，然后爸爸妈妈就说：“哎，有水梨啊，或是哎有什么什么要不要吃？”然后已经吃饱状态吃不带下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水果。对，他们就算我吃的再饱，他们还是会逼我吃至少一个水果。我就是从小到大，我饭后会有水果的人，就真的跟在这边差很多。在这边就自己懒得切啊，不然就不知道去哪里买呀、啊。然后水果现在也没有很便宜嘛，所以就是比较少吃到水果。我很期待过年回去的食物啊，而且过年又特别丰盛，各种零食都有，好赞哦！水果对肠道健康。外面切好的水果又很贵，真的。奶酪蛋糕就是我的饭后水果。出来生活才发现水果好贵，出来生活才发现吃饭好贵才对。平常在家是爸妈买没有感觉，但出来才发现真的很贵。之前住外面直接买水果行切好的水果，但我觉得在这边跟基隆住的差别还有一个，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很冷吗？昨天洗澡又深刻体会到台北洗澡真的比较不冷，我真的在基隆洗澡是会起鸡皮疙瘩发抖的那种，就是冷到不想洗澡的那种。谢谢 Frost3344 送我白马王子。但是我台北的家洗澡真的温暖很多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出外什么都贵，啊不过用握手券换算又觉得还好。花自己的钱才会开始心痛。Hello， 黄弘毅你好。总之呢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哎，是这样说吗？真的耶，自己住好辛苦哦。谢谢 Cipher 的 Popcat， 就是什么都要自己负责啊，就是有好有坏啦，就是可以学习独立，可是就是什么都要自己处理好。今天到两点半，对，今天到两点半，然后在家的话就是可以回去睡。品涵过年会买福袋，虽然是库存，但我多少会买。我好像不会耶，因为我的体型比较小，如果是买服装品牌福袋的话，里面的衣服我不一定合身，所以我是个比较不太会去买福袋的人，因为我的身材的关系，不是每一件衣服都很适合，所以比较不会去。应该说大部分买下去都会不合身吧，啊，所以就不会花这个钱去买。回去立马当女儿，好幸福。超商有哈喽猫跟角落生物的福袋，在家吃都会帮你准备好，根本不用担心，真的。哎，之前是谁买过超商福袋啊？是我吗？我怎么记得我不是不是是公司吗？那个小哦，之前我们一个朋友买过那个超商福袋，然后里面东西，哎，是有符合那价值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。还有那个室友姐姐。哦，室友姐姐有买过。那时候吧。哦。那问你。但我就记得好像去年谁买过福袋，然后我们一起开箱还是什么的。我不在。我忘记了。你应该在，因为我好像看到照片。哦。所以我就是。什么口香糖？对对对，口香糖。口香糖之类的，是不是？饮料。好像有照片在。
我在家老是被当佣人，怎么回事？但有的福袋应该是蛮划算的啦，像那个李佳丽就说她抢什么，她跨年那天抢什么杰拉托 PK 的福袋，她就觉得很划算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需求吧。嗯，对，因为佳丽的身材就是买福袋的话应该蛮好买到合身或是好看的衣服，可是因为我比较小只，所以就比较不适合服装的服。嗯，但佳丽买她就觉得蛮划算。所以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吧。我有在喝诶、欸、我好棒。你这样爆料他抢什么吗？那也是狂爆料。可以买童装福袋。品涵衣服上的熊怎么看起来这么伤心？他真的很伤心吗？因为他皱皱。哎、欸，我后来买了这件，然后一直很少穿它，想说会不会很像小孩子的衣服。但我后来发现，前几年那个 Zuki， 那个山内瑞葵 Zuki 他们来就是小巨蛋演唱会的时候，发现他机场都有穿这件，一模一样，跟他买一样的衣服，所以我就拿出来穿了。你怎么看到人家穿？是小葵耶。很可爱吧，跟他买一模一样的衣服。其实这件也是我原本好像三单握手会要拿来搭配，就后来就夏天就没办法穿长袖，你知道吗？但它其实是一件大学 T 啊，里面这个是我自己配的。人家知道吗？他好像不知道。谢谢卡米的晴天娃娃。品涵的衣服看起来好大件，很可爱吗？是不是蛮可爱？我今年重新把它拿出来，大家觉得蛮可爱的。我就是看你怎么搭吧，而且搭这件裤子也蛮可爱的。我以后会多多穿它出门。帮你截图给小葵看一样的衣服，结果会不会我看错是不一样的？我记得是我没有这件呢、欸，这样子。是也不用啦，我怕他不知道我是谁。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。这次在冬天有没有考虑穿一下？有啊，我刚刚就在问秦昊说，你觉得我穿这个去握手会怎么样？他拒绝了我。没看到裤子，这件之前直播我穿过，有的样子，可是我好像很少穿出门。那我看今天时间转差不多了，好快哦！今天好，对了，然后我们一月的生写真已经开始预购了哟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请大家期待我的业配照，然后可以预购一下指定品函哦。谢谢 Froze 3344送我麦克风，谢谢 Flow Froze， 谢谢卡。枯江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枯江，谢谢 Flow 3344的麦克风。大家记得预购我的生写真哦。然后握手会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来念个排名，要买的业配先下单。对，这是我短发后首次生写真。那我先念排名哦。第十名雪的吧，第九圣营，第八博云，第七庄营，第六柯基，第五枯江，第四金耀，第三志豪，第二志宏，第一 Frozen 吗 ？Frozen 3344，恭喜 Frozen 3344志宏跟。志豪可以指定哦。哒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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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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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考虑要回来长发了吗？有哎，我在留长了，最近又想要长发，对，我正在留长啦。对，品涵也有颁奖音乐，不用了，没有，我就是心情变变换换的嘛，有时候想要短，有时候想要长。长发万岁！但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很尴尬的长度，大家可能要陪我一起度过那个尴尬期。大家可以开始指定了哟。短发过了，再次下手就不怕了，真的。指定平安可以祝我明天生日快乐哦！你明天生日啊，当然可以哦。志豪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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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希望你新的一年都可以开开心心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心想事成。恭喜志豪生日快乐！要留长了，没有了，我还在思考。你觉得我要留长还是剪短？我还没有确定。我觉得就是可以留长了，然后再剪短。对对对，就是长一阵子后再剪短这样。对啊。但留长因为也没那么快嘛，对，嗯、所以就是慢慢来。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阿华。哭江喜欢我短头发，哎，大家喜好真的不一样哎。但我是两个都蛮喜欢的，嗯，不一样，就是知道自己短发也不会不适合，对，就还算可以驾驭得了短发的头发，蛮开心的。还好短发不会不适合。谢谢志豪的掌声鼓励，指定应朋友要求来个久违的炸裂舞吗？好啊。炸裂陈子豪，一级炸裂陈子豪，炸裂陈子豪，什么一号重磅陈子豪？陈子豪想说，哼，长发也喜欢，只是短发更爱，真的、哦，哭张喜欢短发，我是两个都蛮喜欢的，对，就是剪完短发后觉得啊不一样的感觉，这样。然后现在看回去长发的照片，也觉得蛮喜欢的，但就是不同感觉吧。我个人是都不排斥。谢谢重炮，谢谢中影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后看的掌声鼓励。一号重炮，谢谢 Lucy 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华华的幸运薰衣草。炸裂陈子红吗？炸裂子红老师，帮子红老师加油，这样。什么长度都喜欢，谢谢阿远的晴天娃娃。长发看惯，短发会刺激，但长发会怀念。野口一只发型，看来要搭配音乐才有感觉，要搭配音乐吗？那要找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短发外弯赞，陈子豪。久违的炸裂舞，谢谢志恒的指定，谢谢博云的掌声鼓励。谢谢洛克的掌声鼓励。那还有谁没有指定吗？ Frost 是不是还没指定？
还是他已经不在这边了？今天的第一名 Frozy 怎么念 ？Frozy 3344，你还在吗？你是今天榜的第一名，所以可以指定一个，看你想要指定什么，或是不指定也 OK。谢谢廷瑞的掌声鼓励。如果不想指定也没有关系，看你自己的想法咯。假不，第一次看直播不知道指定是什么，所以不指定。好，指定就是我每次直播榜的前三名都可以指定我一个，比如说可爱的台词啊，或是跳一段什么舞啊之类的，或是三连拍，可爱三连拍，或是爱心啊，或是指定什么生日快乐之类的都可以。对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。如果你今天不想指定也没关系，下次直播还有前三名的话可以考虑指定看看。谢谢你，那我们下次见咯。对，也可以指定唱歌都可以，今天不指定也没关系，还没想到也没关系。麦麦还是你今天有想到了有吗？没有也没关系，那我差不多要下播了哟，拜拜大家，拜拜，记得要指定我的生写真哦，预购我的生写真。谢谢 Lose 的红玫瑰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